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谁是终极英雄》，我是李彦军。2013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的颁奖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五组大奖各有所属，可谓实至名归。最佳个人风采奖可以说是这次颁奖活动上一个颇具亮点的奖项，它一定是在比赛当中最能展现个人风采、最受观众喜欢的那位参赛队员。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经过观众的投票，2013年度终极英雄最佳个人风采奖获得者是，请看大屏幕。有请获奖者孙国祥上场。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孙国祥获得最佳个人风采奖。下面我宣读2013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组委会给予孙国祥的颁奖词：一秒钟蒙眼刀入鞘，硬攻惊世，多少个招式美无瑕，风采夺人。他把神圣的责任注入血脉，把祖国的形象融进生命。精武赛场大展身手，司礼舞台飞扬光荣，他是中国军队的亮丽试点，三军方阵中最美的仪仗兵。谢谢我们的开奖嘉宾，谢谢歌唱家严云文，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颁奖嘉宾，中国人民解放军81电制片厂厂长黄宏。这是真正的军中帅哥啊！现在孙国祥就坐在我的身边，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孙国祥。那坐在孙国祥旁边的呢，就是我们特别邀请来的孙国祥的父亲和母亲，来，二位也打声招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国祥的父亲。大家好，我是孙国祥的母亲。现在呢，我想问一下国祥啊，获得这个奖项之后，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有什么打算吗？这次获得最佳个人风采奖，让我对风采二字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觉得风采不光是风采照人，我觉得全军所有的指战员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的奉献，兢兢业业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是最有风采的个人。好，那这样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孙国祥在参加我们终极英雄比武竞赛时的表现。四位选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可以开始了。
刚才呢，通过这个短片呢，我们看到了孙国祥的精彩表现，真的是风度翩翩啊，可以说是展现了我们仪仗兵的风采。我想问一下这个孙爸爸和孙妈妈，当时我们的终极英雄在播出的时候，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了。那是第一次看到国祥在电视上出现是吧？是。那当时看到国祥在比赛的时候，因为有一个画面呢啊，这个是手上都扎出血来了啊，确实是非常不容易。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那时候我们俩都流泪了。啊、嗯。特别心疼，特别难受。嗯。感觉这个不管他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当时是那么想的。嗯。只要孩子能有这个过程，我们就知足了。嗯，这确实是血和汗换回来了。确实，那个场面我们有必要再来看一下，在背后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五号选手孙国祥的双手，为了练习迅速精准的刀入鞘动作，他的左手被刀尖无数次的扎伤，他的右手被刀柄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和多处的水泡。这双手见证了仪仗兵艰苦的付出和辛勤的努力。从短片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出我们的仪仗兵为了这样一个道理付出了怎样的辛勤的汗水。孙国祥在台上领奖和表演的时候呢，可能你不知道啊，播放你的训练和比赛的场景的时候呢，你的母亲呢一直在那擦眼泪。母亲想说点什么呢？孙国祥这个孩子从小特别调皮，来到了部队这个大家庭里头，我感觉他从稚嫩变得成熟了很多。我看到孙国祥这个手上磨起了水泡，作为我母亲来说，我特别的心疼。我应该是我这个心情是什么心情？孩子在操场上流血，妈妈在心里头流泪。看得出孙国祥的母亲呢是非常激动，孩子在操场上流血，妈妈在心中流泪。的确，孩子呢都是妈妈的心头肉，当看到孩子吃了那么多的苦之后呢，难免有些心疼。我想所有的母亲都会有这样的体验。现在呢，我想问一下这个孙国祥的爸爸哈，在幕后的时候看到孩子正在表演的时候，你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呢？我感到特别自豪，也特别荣幸。所有的酸，所有的苦，其实我都疼在心里，看在眼里。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到过一仗来了，所有他们训练场上的流血流泪的过程，我都体验过了，都看见过了。所以说呢，我就特别特别就是理解孙国祥能走到今天，不付出一半点辛苦。我听国祥私底下悄悄跟我说，他的爸爸20多年前也被三军仪仗队选中了，但是阴差阳错没有进入部队的序列，没有穿上军装，为什么呢？我姑姑我奶奶我们都一块来看了，家里老人呢就心疼，就不想让我来。我那会儿也就是错过了，就没来。后人呢就一直想，因不说这个男子汉嘛，不当兵后悔一辈子。所以说，我叫孙国祥，替我来圆了一个梦。当年你没有圆的梦，孙国祥儿子替你圆了，是吧？国祥。当时主持人蔡国庆说你要对着电视机前的父母说几句话，你说那么多话之后，然后蔡国庆叫你回头一下看到父母了，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当时那种激动真的无法表达，就是那种所有的那种相思，那种担心，一下子感觉都变成了那种亲情的交融，是这样。是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替你担忧，你也替父母担忧啊。前段时间他妈不做个手术嘛，一直我就没敢告诉。后来呢，就出院以后，我俩通电话，我就跟你说个事儿哈。因为什么？我爷俩呢，就是这个，好像哥俩一样。但是那段时间呢，俺俩通电话，从来都是没有那个心情了。
就从来我也不跟他开玩笑，简简单几句话，我就怕他打听这个事儿。完了以后呢，我一看，完他妈也取悦了，也稳定了啊，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当时就坐不住了，立马好像都找领导了，领导就下午就给你订机票，死活要飞回去。我说不行，他妈就说，你看咱怕他，怕耽误孩子工作，你还跟孩子讲了。最后就左劝右劝，好一点这个说服了，没让他回去。本来呢，在这次颁奖的现场典礼啊，我们的编导组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啊能够让你的父母啊来到这个现场，来分享你的荣耀。但是听说你不让父母来是吗？是。为什么？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什么情况？去年做过一个手术。是吗？那么我想在这样一个充满着荣耀的时刻，面对我们的摄像机，对自己的父母说几句话好不好？把你的这个荣耀告诉他们。爸妈，在你们心目中，可能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孩子，但是在人民心中，我是解放军，我是军人。我是您儿子的同时，也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你们把我哺育成人，教会我很多东西。可能这个时候我应该在你们身边尽孝，但是更多的责任，更多的使命扛在我的肩上。小时候你们就经常跟我说，国家的事跟小家的事之间的关系。今天在这里，我要感谢你们对我的哺育之恩，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感谢你们对一个军人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奉献的军人背后是一个奉献更多的家庭。谢谢。我想讲得太好了，但是我最想问你啊，你要对着摄像机讲啊，你想不想妈妈？想。真想。娘，儿子想你了。我跟你讲，你这句话呀真的太神奇了，特别神奇。你妈也想你了，老娘也想你了。你好，大姐。你好，老大哥。来，往中间站啊。高兴吗？今天高兴。你从小是不是觉得国强帅得不得了？是不是帅儿子？是帅。可爱。对。但当了兵之后更帅了吧？对。国强本来想着要回家去看您，但为什么您不让他回去啊？做那么大的手术。我不想让国强回去，因为什么？我怕他再飞升。我希望他把工作干好。俗话说，忠孝不能两全。其实这次呢，国强呢获得最佳个人风采奖哈，也是我们全国电视观众投票选出来的。信很多，我从中呢抽取了几封。那这封信呢，是一位50多岁的观众写来的。母亲生前看电视很少夸奖别人，但你是其中之一，更何况还不止一次的夸你。这对于我们听到母亲夸你最多的一次，我才想到写短文《母亲的夸奖》。那么这里呢，还有一封信呢，是写给我的，请我呢代转给孙国祥的。这是印象最深刻的，所以就推荐出来了。中国三军仪仗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别是2号选手孙国祥。爸爸妈妈听了刚才这两段，心里有什么感想呢？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自豪。那国祥这次获得了终极英雄最具个人风采奖的这个奖项之后，心里是怎么想的？拿到这个奖，当时我就觉得比这个奖杯更重的是肩上的责任。得到这个奖以后，我特别激动。
我觉得拿这个奖最应该感谢的是组织的培养和战友的支持，谢谢。还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推选你啊。对对对。对，来，再对着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说一声。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我的支持，对军人的理解。在这里悄悄地问一个私人的问题啊，国家有女朋友吗？这东西太私密了吧。太私密了，不能讲。那我问问这个国强的爸爸和妈妈嘛，你们知道国强有女朋友吗？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吗？那妈妈，你希望将来的儿媳妇是个什么样子的女孩呢？我感觉只要他俩情投意合，不管俩人在生活当中也好，工作当中吧，俩人都能挺合得来的。我感觉俩人能有共同语言，只要他们过得幸福，我们做老爷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吧。其实条件一点都不高，很普通啊。你看看国强一点压力都没有啊，赶快吧。谢谢国强，那么这次呢和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到这里接受我的采访。那么在这儿呢，我也希望国强能够马到成功，祝愿国强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那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获得最具影响力的参赛部队奖的来自猛虎师的师长韩冰。你好，韩师长。你好，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71352部队获得最具影响力的参赛部队。下面我宣读2013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组委会给予中国人民解放军71352部队的颁奖词。走过70载风雨岁月，踏上新时代强军征程，他们用忠诚加固装甲，用信念推动车轮，将决战决胜的气势装填炮膛，练就全能的打赢金兵，年华更迭，战旗天彩，猛虎之师威常在，铁流浩荡，卷雄风。谢谢我们的开讲嘉宾，谢谢刘斌，谢谢。掌声有请武警政治部副主任张继刚将军上台颁奖。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韩师长。2013年呢，我们终极英雄摄制组在咱们师拍摄了两期节目。对，那一期呢 是实战尖兵，那么还有一期呢是猛虎装甲争霸赛。对，是的啊。那在我们颁奖活动的现场呢，咱们的这个实战尖兵的参赛队员还在现场展示了包包子的绝技。对，然后互动。对，我们也看到了著名的篮球运动员郑海霞，还有现场的观众呢，也到台上来对咱们的队员进行了挑战啊，非常的精彩。那现在呢，咱们再说说这个猛虎装甲争霸赛哈，因为我是从头到尾都参与了。我记得最初参加比赛的时候是360名队员。对，是的。那一轮一轮的淘汰，从早晨9点那一天一直比到0点。10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那我想问一下韩师长，咱们平常的训练经常会这样吗？像这种情况非常正常。我们是啊，每年要担负着大量的任务，特别是啊，这个规格比较高的演训任务，啊，1-2天不休息，3-5顿不吃饭，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光是战士，包括我们首长机关，包括一些领导，连轴转加班加点通宵达旦，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儿。我现场的感觉和我们的摄制组的感觉就是，咱们的战士呢就有着那么一股虎劲儿和拼劲儿。是的，我们这支部队啊，
为什么叫猛虎之师呢？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啊是全军首批建设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那么这支部队啊同时啊担负着多方向啊多个性质的多元化的军事任务。归纳起来讲啊，这个部队啊有着四有和三句话的精神啊。四有啊就是啊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那么三句话也是我们这个猛虎师啊这个主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啊。三句话就是啊，任务重于生命，事业重于家庭，使命高于一切。我们用四有和三句话的精神去统一官兵的思想，激励官兵的斗志，实现强军目标。那两期节目实战尖兵还有猛虎装甲争霸赛，我们终极英雄节目播出之后对咱们部队产生了哪些影响呢？通过这个栏目的组织啊，给官兵提供了一个平台，那么这个舞台为强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平台，为弱者树立了一个榜样。我觉得对部队的训练啊是有益处的，特别是啊对培养部队的军人的血性，敢打必胜的勇气，这个所向披靡的虎气，一往直前的锐气和豪气，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韩师长的这几个气啊，我们是记在心里了。那么在这儿非常感谢韩师长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么我们也希望呢今后能够继续到咱们猛虎师去拍摄终极英雄的比拼。我们也相信如果我们去的话呢，咱们的队员一定能够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带来非常棒、非常出色、非常激烈的比赛。谢谢，欢迎主持人和我们摄制组再到我们部队去。好，谢谢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次2013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的评选活动中呢，经过观众投票，最佳贡献奖花落三军仪仗队。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荣获2013年度特别贡献奖，闪亮的刀尖托起强军之梦，威武的英姿彰显大国尊严，铿锵的足音传递和平之音，60余载光荣传承，近4000次仪仗的迎宾，他们以最美的形象、最炫的风采，让世界瞩目中国，让中国辉映世界。祝贺三军仪仗队！谢谢田华老师。掌声有请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康春元将军为获奖者颁奖。坐在我身边的呢是三军仪仗队副政委王敏。你好。你好，王副政委。主持人你好。看我们王政委的这个个子，这身板呢，就不难想象我们的王政委以前一定也是一个仪仗兵。是的。那我想问一下王副政委，有脚气吗？脚气有。有是吧？我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其实咱们这个三军仪仗队的队员，他们背后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是这样的，我们仪仗大队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冬天训练头发能结冰。哦。啊，夏天训练啊，衣服啊这个全部湿透。嗯嗯。那么由于超强度的那么队列训练，可以说啊，那么在我们战士当中，腰腿疼的比较多。嗯。静脉曲张的比较多。嗯。那么脚气的啊，基本上达到100%。那咱们的战士平常像走正步就踢正步，一天要走多少米呢？当两年兵，大概行程在正步是1万里。一万里。对。一万里。对。嗯。那么流的这个汗水啊，大概在两年在1吨。1吨。对。哎呀，真是难以想象。
怎么也想不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因为那个仪仗队的这个训练，应该说这个比较枯燥，比较单调，而且这个彼此反复。那么这点训练可以说这个有标准，但是要达到标准，可以说很难。我们啊，那么采取了这个很多的措施啊，为了达到这个腰板挺直啊，我们后背啊，那么别上这个踢行架，踢腿速度慢，那么我们要求这个踢沙袋啊，绑上沙袋踢。所以说这个采取了很多这个措施吧。我注意到那个蒙眼刀入鞘那个细节哈，戴着手套都扎破了手啊。那咱们没有别的办法来改进一下吗？仪仗队这个动作它不复杂，他们复杂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做同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难的。那么刀入鞘可以说我们那么没有更多的方法，那么就是反复训练，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苦练，就是苦练。我们这一次终极英雄的比拼，对激励咱们仪仗兵为梦想而战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呢？我们这次那么带有比赛性质的活动，提高我们单兵的基础，这样的更有利于我们完成好我们仪仗四旅任务。王副政委，我们这次的2013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的颁奖活动呢，就在咱们三军仪仗队的礼堂啊。那咱们的队员呢，不仅参加了礼仪服务，而且呢还出了几个节目参加演出啊。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你觉得他们表现满意吗？为了这个丰富或者活跃我们战士这个文化生活我们这个大队啊，就说每年我们都要自己举行我们自己的春节联欢会，所以我们很多有才艺的战士达到了锻炼和提高。那么我们仪仗大队啊，可以说这个在执行仪仗四旅任务的同时，也注重抓好文化建设。我们都看到了咱们的三军仪仗队的战士们在舞台上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出色。那么在这儿呢我也代表我们栏目组对咱们三军仪仗队的全体官兵给予我们这次颁奖活动的大力支持呢表示衷心的感谢。那在这儿呢，我向三军仪仗队的官兵们敬个礼。拍摄《终极英雄》节目得到了许多部队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们抽调了精兵强将参加比赛，精心设置了比赛科目，另外呢，认真组织各种的保障服务。我们看到，在2013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的颁奖活动的现场呢，有11个单位获得了最佳组织奖。现在我们要颁发的是2013年度。第4个大奖，最佳组织奖，究竟有哪些部队获得奖项呢？我们一起看大屏幕。我们有请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的主任孙继烈将军、政委、
季桂金将军为获奖单位颁奖。再一次感谢你们，再一次祝贺你们。我们看到，在2013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的颁奖活动的现场呢，有11个单位获得了最佳组织奖。那今天在我身边呢，就是最佳组织奖单位的代表，来自武警8630部队的副政委单振杰。您好，单副政委。主持人好。在咱们部队的那场比赛呢，我也去了啊。咱们部队抽调了32名精兵，精心设置了高难度、高强度的比赛科目，是这样的吧？主持人，首先我先说明一下，不是抽调了32名特战队员，是从我们全师400名特战队员中层层选拔出来的32名武林高手，进行了英雄的对决。是400多名。队员当中精心选拔出来的，层层比，层层比，就是说我们去咱们那边比赛的时候，你们已经比过了。对。比出32名。32名各路高手，让他们角逐谁是终极英雄。目的呢，就是让高手过招，让他们呢在从难从严的环境下磨练自己，提高自己打赢的本领。我知道咱们部队呢，在我们的这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还认真组织了官兵观看，然后呢写了100篇的观后感啊。我还从咱们部队的局域网当中呢，看到了许多的文章。那我从中呢也选了几段话哈。终极英雄的拍摄不是一个单纯的电视节目，而是对部队全面建设的有力促进。我想问一下单副政委。从这一点上讲，咱们部队是如何把握的呢？是这样的，我们感觉到呢，谁是终极英雄啊，它不是一般的娱乐性的节目，它是呢隶属于强军目标啊，是从实战需求设计的一个真人秀的节目，实际上是一个部队练兵、演兵、验兵的一个平台。我们呢把它作为一次检验部队战斗力、提升部队素质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时机。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组织准备。在这次的颁奖活动中呢，咱们部队的终极英雄冠军秦永恒经过观众的投票，获得了2013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的荣誉。我听说咱们部队还给秦永恒一些表彰和奖励哈。是。咱们是从哪方面考虑的呢？我们啊，这次给秦永恒啊，个人记了3等功。结合他的工作表现和训练成绩，师呢评他为10甲训练标兵。是我们师现在树的一面典型。我们树他呢，就是因为考虑到他是我们爱军习武的榜样，我们呢要树立其当兵不练武。不算进义务，当兵不争第一就不是好兵的这么一个思想，树立广大官兵勇夺第一、勇往直前、敢打必胜的信心，培养部队的精气神和战斗力。是的，我们终极英雄呢，这么多年来的比赛呢，产生了许多的冠军，那很多的获得者呢，也立功受奖，或者呢被送到军校去深造。那么也希望今后呢，能有更多的战友能够参加到我们的终极英雄的比武竞技当中来。好的，谢谢单副政委，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在这次2013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的评选活动中呢，获得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奖的有2个，一个是集体，一个是个人。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获得2013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获奖者是，请看大屏幕。
我们现在掌声有请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杨定宇将军为获奖者颁奖。再次祝贺我们的获奖的战友。那现在坐在我右边的呢，就是被誉为电磁利剑的南京军区某电子对抗部队的参赛红队代表周兆涛。你好，主持人。你好。坐在我这边的呢是武警某机动师的秦永恒。你好，主持人。你好。现在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先来回顾一下我们的电磁利剑那期节目比拼的片段。要说红队的这四名队员，个顶个的都是这支电子对抗部队中响当当的训练尖子。领队的周兆涛是军中名校的高材生，其他三名队员也是在电子对抗专业上久经历练的老士官。四个人都有多次参加野外训练和执行大项任务的经验，如此强手组合当然独具优势。在这次电磁利剑的争霸赛中，他们凭借着自身高超的技能，在模拟信号听辨、真控战展开与撤收、信号截获与流转三关的比赛中始终名列前茅，保持着第一名，最终成为终极英雄。周兆涛，我知道你是军校毕业，那当时刚下部队没多久还是个排长啊，就敢带队参加比赛，而且最终还过五关斩六将拿到了冠军，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当时我参赛的时候，很有信心，因为我的队友很给力。通过前期的了解，像我们团队的毛海宁、杨勇，都是在我们单位里面叫得响的专业尖子。包括我们的董建雄啊，也是年年被评为红旗车驾驶员。正是因为有了队友们的给力，所以说我才有信心。那当时心里头不害怕吗？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你，万一带不好队伍怎么办呢？这个不害怕。作为一名来自一军的官兵啊，常言道啊，一这个数字竖起来是旗帜，躺下是路标。包括我们单位首长也经常讲，拒绝平庸，追求卓越。所以我们在各项任务面前都很有信心去完成好它。那我想问一下周兆涛，在我们的颁奖活动的现场，当时站在舞台上领奖的那一刻，你心里想到了什么？当时我非常紧张，有很多准备说出来的话一直都没有说出来。其实我感到很荣幸能够站在这个领奖台上代表我们团队领奖。我觉得这份荣誉的取得不仅仅来源于我们团队的努力，更得益于部队各级首长的培养和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在这里我向部队首长和观众朋友们表达深深的感谢和敬意。还有一个就是在欣喜之余，我也感到非常遗憾，我的另外三名队友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而不能和我一起过来领奖。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等节目结束完之后，买点咱们老北京的特产和奖杯一起带回部队，让他们更好地分享这份荣誉和喜悦。周兆涛想得非常周到，那也希望您能够把我们的摄制组的问候带给其他的三位参赛队友和所有参加那次电磁利剑比拼的队员，好吗？一定。那么周兆涛呢，你是团队协作共同作战，而秦永恒呢就是单打独斗过关斩将了哈。那秦永恒是哪年入伍的？08年入伍的。08年入伍的。是啊。那家里头有人当兵吗？有人在部队上吗？有，我哥也当过兵。哥哥当过兵啊？哥哥当过什么兵呢？也是武警。也是武警。哥哥当武警对你有影响吗？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名军人。当那时候我看到我哥当兵入伍以后，我也很羡慕，我也想跟着我哥一起入伍当兵。所以说也到了武警部队来了，成了一员是吧？是。武警部队的官兵呢，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感觉是飞檐走壁，是无所不能。那秦永恒呢，在那次的比赛当中呢表现相当出色。那现在呢，让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
比赛画面。在号称金门雄狮的武警某机动师，秦永恒和其他31名特战队员一起走上了终极英雄的比赛场。所有参加比赛的特战队员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多轮淘汰后留下的精兵强将，人人身怀绝技，个个武艺高强，每一个人的实力都不容小觑。而秦永恒更是以力压群雄的气势和精湛的技能素质，在这场复杂激烈的对抗赛中连战皆捷，一举夺魁。秦永恒，我知道你在你们部队呢号称是战神，那既然是战神呢，肯定是参加过不少的比赛，也取得过不少的好成绩。我想问一下，在你整个的在部队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最难忘呢？有一个射击比赛，然后那一次比赛呢，领导跟我们说过，能够5发子弹命中50环的可以荣立3等功。那次比赛之前，我有过两次打过50环，所以那次一比赛我就很有信心。当时第一发到第4发都打得很好，都命中10环，然后就是最后一发我打到了9环，就这样与3等功擦肩而过吧。我当时感到很遗憾。那么什么原因让你在最关键的时刻掉链子了？可能当时也算是有点骄傲，因为前两次的成绩都能打上50环，可以感觉说这一次打的应该是没问题，所以有点粗心大意。那这个事情有没有给你心里留下一些阴影呢？当时设计完毕，然后回去晚上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我也应考虑到对待什么事情应该是要很认真的，要不然可能也就会因为你一时的疏忽让自己失之交臂。秦永恒，你觉得咱们终极英雄的比武竞技和你们平时的训练有什么区别呢？比武跟我们这个平时的训练可以说要求或者标准难度应该都是比我们平时的训练要求的更高。那么这次过年过节又不能回家了，那现在给你个机会啊，向电视机前的你的父母先说几句话吧。爸妈，儿子在部队因为各种事情任务都比较繁重，今年可能也不能回家陪你们过年，算起来也算是第6个年头没回家跟你们过年了。儿子在这里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秦永恒，在你参加的那一次的终极英雄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那这次呢经过了全国的电视观众投票，又获得了2013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奖，咱们部队又给你荣立3等功，那这一系列的荣誉对你今后的训练啊、带兵啊有什么作用吗？我获得那个比赛冠军的时候，我的战友们都比较羡慕，而且平时训练跑步啊都跟着我比拼，然后他们就说比得过终极英雄那你就是终极英雄。然后能够获得观众的评语成为最喜爱的终极英雄，这也是观众对我们平时训练的肯定。所以我作为一名班长，我也会对自己所带的战士们培养出他们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好的，那谢谢秦永恒，谢谢周兆涛来到我们的现场。找准强军路上的自我坐标，用奋斗和拼搏打开实现梦想的大门。观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终极英雄栏目还将推出圆梦练兵场系列，将继续走进全军和武警部队，为战友们实现梦想搭建平台。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好了，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再见。